这是什么皮肤啊 ？Oh my god！ 什么？蛋仔派对中真的有鬼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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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伙伴们，大家看我，我是蛋仔岛中的玩家啊 ！Yes！ 这个小黑蛋是蛋仔岛中的蛋贩子，他和我一样都是蛋仔中的玩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蛋仔岛一共有三种人，他是第一种人，他是玩家。哎，这是潮流蛋伙伴们，他是蛋仔岛中的第二种人，系统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蛋仔岛中一种是我们，一种是系统人。其实呀，蛋仔岛竟然还隐藏着第三种人，伙伴们，他并不是玩家，也不系统人。Oh my god！ 小伙伴们，我告诉大家，大家都不相信我。今天我把视频发出来让你们看看呀，蛋仔派对中真的有鬼啊！小伙伴们，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蛋仔派对有鬼吗？结果呀，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。兄弟们快看，这是我操！